大家好啊，NFT 的蓝筹项目 Azuki，它的官方推特被黑了啊，然后导致用户的资产流失。那本期视频主要分享一下，作为我们用户来说，如何在这样的事件当中保护好自己啊。好，QQ。今天一早看到一则新闻嘛，就是 CoinDesk 的这一则新闻，Azuki 的那个推特 account hacked，然后 Azuki 蓝筹项目也算一个蓝筹项目啊，日式风格的，其实也蛮漂亮的这个东西，地板价也不低。然后，Azuki 的那个官方的推特被 hack 以后呢，马上他去推特，就是发了个帖，发了个那个相应的恶意链接，然后 followers 去 claim 地，对吧？The community manager 呢叫 Emily Rose，她发了一则推文。就发现了这个事情以后，他说那个官方的 account 被 hacked，不要去点相应的链接。然后推特里面发了公告以后呢，相应的 Discord 里面也警告用户不要去点链接。那个链接就是会引导到一个 scam site。那为什么这个事件很容易中招呢？因为最近是这样的，最近 Azuki 也是推出它元宇宙的一个项目啊，就是这个，就这边不是说是。Garden 嘛，就是元宇宙的，它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个也是它的一个元宇宙的一个风格。它具体要做什么，这个东西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啊，但也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。那看一下 Azuki 的官方网站，它这边也说了，你如果是拥有那个 Azuki 的 Avatar 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有资格去到这个 Garden。那接下来它会搞一些其他的活动啊，那比如说 NFT 的 Jobs 啊，Live Events 啊，对吧？都相关的一些福利都会给出来，所以其实很多这边的那个 Azuki 的用户，就是一看到官方给出来可以 mint 地的话，他马上就去 mint 了。那你这样钱包里面的那个资产马上就被抽干净了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防不胜防的一件事情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官方推特，他的官方推特呢这边也说了，也说了就是目前已经恢复了啊。那 Azuki 这边采取了什么相应的安全措施呢？他说。他的推特账号现在是，就是其实登录的时候，他采用那个双因子认证啊。双因子认证的话，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啊。那我们常见的就是密码，对吧？然后还有比如说结合那个手机的短信验证码，对吧？然后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用那个硬件的 token 啊什么，它无非就是用两次认证的那个方式来登录推特啊。那这个是他这边的一个解决方案啊。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也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也没啥大用啊。有的时候该黑的还是会被黑掉，那这也算是他采用的一个安全措施啊。除了这种方式，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推特就是那个被 hack 的那个概率低一点啊，就是更加安全一点？因为这个事情之前去年还是什么时候，只要那个 NFT 上面。稍微有点起色的话，或者是 NFT 牛市这种事情很多，像 Discord 啊、像推特啊这种被黑啊，都是官方的那个东西，很容易中招，防不胜防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今天还看到一则推文啊，是那个 Seas 的 Mips，对吧？Seas Mips 他发了一则推文，他说：“In other news, seeing a lot of people get burned, clicking bad links in the space，就是点的那种恶意链接，对吧？然后想增加安全性的话。” STM 就指的是这个啊。STM will only announce new mints or other important announcements from a cold tweet like this。你看它，stay safe and warm。你看它发的这个推特是个什么东西啊？tweet，你看它是有两个那个 profile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他，然后是联合的发了一个推，对吧？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发出这个推，其实在他的，对于他来说，他等于是 post 一个推。你看，他这边有一个，这个 profile 是他啊，这个账户是他的 Seas 的 Mips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，他，你也会看到，他也发了个推。你看这个账户是他的，就等于是同时发了一个推。那最后总结一下啊，用这种方式呢，就是他说为什么会安全一点呢？至少，那首先如果这两个账户是分别是两个人的情况下，那。如果要黑的话，那得把两个人的账户都给黑了才能发出这个东西。因为是如果你发联合推的话，它叫 cold tweet，对吧？如果你发这个 cold tweet 的话，一定要是，比如说上面这个是发起方，你现在看到有一个上面一点的和这个黄颜色背景的 Mips，然后上面是发起方，下面是接收方，
对吧？那一定要是发起方向他 DM 发消息以后，他接收以后，然后这个联合推文才能够发出来。那前提就是，如果要黑的话，要把两个推特账户给黑。那相应的，他以联合推文的方式，重要的信息以联合推的那个方式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作为我们这边，作为我们用户的角度来说，怎么去防范这个事情呢？那相应的，所以我之前也说了，就是如果你跟进项目的时候，因为推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信息发布平台，也是最快的一个。那我们比如说玩那个 NFT 的时候，那跟进它相应的信息的时候，它比如说发了一个什么时候 mint，对吧？到哪个网站上面去 mint？那作为我们来说，我们的那个钱包啊，我建议你一般是用那个小狐狸钱包的话，你去建一个 account，因为我一个钱包可以建好像是十个，小狐狸钱包好像可以建那个十个 account 嘛，你去建一个 account，这个 account 的话，里面稍微搞点那个 mint 的那个 gas 费或者那个 mint 的费用，你打到这个账户里面，这个账户专门去做 mint 用，不要做其他的，不要把你的那个其他的资产放在这个账户里面去用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到可以做的一些事情。然后呢，就是参与项目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他搞什么活动啊什么的，不要太着急，做每一步操作的时候都要仔细一点、认真一点，不要怕，就是很着急，我怕错过这个东西。你可以提前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捋一遍，对吧？什么转账啊什么，做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，还是要有耐心。错过了就错过了，不要让自己的那个资产给损失掉啊，这个是非常惋惜的一个事情啊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，麻烦点个赞，谢谢，再会。